近日，有网友晒出了一组偶像练习生学员范丞丞和蔡徐坤的互动花絮图。照片中，范丞丞淘气的用手去抠蔡徐坤的破洞牛仔裤，一脸的笑容，皮得十分开心。旁边的蔡徐坤则满脸都是大写的懵字与无奈，他不时轻轻挥打范丞丞不老实的手，然而并没有什么作用，抵挡不住范丞丞继续抠他的裤子。网友看后纷纷留言道：“哈哈，范丞丞这个动作也太皮了吧，是皮皮城没错啦。”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